我是伊太呀。话说上次整人家族诞生之后，地球上就只有我们了，这可太寂寞了。于是上天又降下了一颗七色种子，嘿嘿嘿，伊太要用它造个宝贝，这次就用伊太编的这个小鸟巢吧。哎呀，刚进来就变成蛋了，你倒还挺会找地儿，一个太阳一个月亮，伊太我这么阳光肯定选太阳呀。这是啥？不是太阳吗？你这咋看起来这么像僵尸呢？哎，蛋动了，要破壳了呢。哦，我有点激动。噔噔噔，下面就是新生命的诞生。哎呦，小宝宝睡觉了，那就不叫醒他了吧。就选左边这个，看起来像个独眼仔，竟然是鼻子吗？变成了个小熊，那算了算了，也挺可爱。健康和爱情选哪个呢？他还小，不能早恋，咱选健康。来来来，难道要死了吗？叮叮叮，这变成仨了，难道是？嘿嘿，开个玩笑。既然变成三个了就更好了，熊多一量大，多多益善吧。这椰子树和梯子是怎么回事呢？椰子树难道是食物吗？就先选这个吧，咋还转起圈来了呢？哎，完了，原来小熊化了，这可咋整呀？那选梯子试试吧。